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最近又受到下雨变冷的影响，捐血人数锐减，血库缺血闹血荒，基隆捐血站持续在门口高挂缺血两个字的红布条，并积极呼吁民众要踊跃捐血。虽然疫情趋缓，但是最近又受到天气下雨变冷的影响，捐血人数锐减，血库缺血闹血荒。幸好还是有经常捐血的热血民众神救援挽救捐血。对，我常来捐血，因为我觉得捐血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那为什么想来捐血小板这个分离处，是因为它只要你身体健康，睡得好吃得好，两个礼拜就可以来捐一次。那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就没时间的限制，就没有那么重，对，所以我喜欢来捐血帮助别人。不过，只有零星的热血民众还是不够。基隆捐血站表示，以11月29号前后来说，北区血库7天的安全存量一度降到只剩下4.7天左右，每种血型几乎都缺，而最缺的还是 A 型血和 O 型血，逼得基隆捐血站必须持续在门口高挂“缺血”两个字的红布条之外，站长更积极拜托中嘉基隆新闻协助采访，出面呼吁民众踊跃捐血。一起疏解血荒。像今天来讲，台北捐血中心的库存，全血库存只有6.2天，特别 A 型跟 O 型特别不够。那因为连日的下雨，影响民众出来捐血的意愿，所以我们希望各个基隆的乡亲父老一起出来捐血，救血液库存。谢谢大家。由于各大医院都恢复各种手术，血库所需要的血量大增，因此基隆捐血站拜托民众踊跃捐血，救人一命。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日本火山喷发的浮石，不只出现在绿岛，现在也飘到台湾本岛了。东海岸的富山护渔区出现了大量的浮石，绵延2到3公里。当地的生态解说员表示说，这种浮石对生态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水事所就提醒台湾东部或是中西太平洋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注意海上浮石，避免船体受损。民众随手一抓，满是浮石，原本清澈湛蓝海水竟然变成这副模样。日本浮石也飘到台湾了，现中的地点在绿岛北边两个港口，就连水面上都浮着一层黄色的粉末沙粒。现在台东已经有发现一些浮石，可是它的量是不是达到像跟日本一样的危害，其实是有待观察的。那台湾所幸的是，因为台湾旁边有黑潮，所以相信很多的这个浮石，并不会直接侵袭到台湾。日本小笠原群岛的海底火山8月中旬突然爆发，喷出大量的浮石，漂流到冲绳，之后又随着黑潮，还到了菲律宾的巴丹岛。而海科馆专家认为，依据黑潮由南往北的流向，理应该不会出现在台湾海边。那唯一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东北季风，因为最近东北季风非常的强，尤其是今年。所以有可能一些漂浮的这些浮石呢，就逆着那个黑潮是沿岸就漂往南漂，被风吹到我们的渔港里面来。水事所特别发文提醒，表示浮石会妨碍航道，堵塞港口，还可能造成渔船桨叶的毁损。火花那些碎岩石哦，是会浮在海面上，对我们渔船的那个冷却抽水口可能会多少会影响，所以我们透过电台来呼吁。我们这些近海这些渔民要多注意，或许海上有会碰到，但是好像港内还没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是东北季风的时代，所以说风会带流往下，那可能沿岸会有一些比较细部的，比较是沿岸流还是当地的流况，也可能会有一些浮石会被往下带。那基本上这次的事件对台湾来讲是影响会是较小的。历经3个多月，日本的火山浮石在东北季风转强之下漂流到台湾附近的海域，现在出现在台东绿岛。虽然漂流到东北角的机会不大，但渔民都不敢掉以轻心。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
基隆屿因为气候及疫情的因素，今年二度封岛。基隆市议员庄景田就相当关心基隆屿修缮的工程及基隆树梯命名的活动。基隆市府官消处长曾资文答询的时候回说，将会采用半半施工，不会妨碍到游客的动线。基隆屿，你要在封岛时间施工，这个很奇怪。明明你就发包出去，今年的十月到明年三月要完工，那你现在要封岛，你要封岛你又不施工，等到开放明年的四月到八月你要才要施工，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基隆屿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因为气候关系封岛，目前岛上正进行滨海步道修缮工程。基隆市议员庄景田关心工程进度。其实基隆屿我们这一次议长带去考察的时候，那个平台其实很不稳，也有坏掉的，也有这个不整齐的，但是你们现在要改没有关系，你不要再开放时间来改啊，这样反而影响观光客的安全问题啊。那你为什么要改这个时间点啊？你报告一下。好，基隆屿的这个施工呢，跟预作报告，我们上一次是做了登山步道的改善，所以登山步道的部分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工程做的是我们的滨海步道，那刚刚一座提的那个平台不稳应该指的是滨海步道那个旧的设施，那这个旧的设施其实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基本上它有一些石块都风化了，所以踩到都比较危险，容易脆化，容易踩破。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跟中央争取经费来对于这个滨海步道做一个修缮的工程。那诚如刚刚一座所提到的，这个基隆屿的施工的确有它的困难，因为呢我们现在如果是不在封岛的时间内，你在开放的时间，那有游客啊，那会影响游客的动线。那如果在封岛的期间呢，又遇到船只没办法靠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需要靠这个船只来对于岛上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做施工，所以这个我们跟施工团队有讨论了哈，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标出去了。那我们现在跟施工团队的讨论是这样，就是利用在封岛的时间呢，我们来找出可以就是风浪比较平缓的时间，让这个施工团队可以上岛，在封岛的时候可以进行工程。那这个施工团队他必须要驻岛，驻岛修缮，那这个厂商已经是 OK 的。好，我们现在在解决一些相关的施工细节。另外如果在封岛的期间没有办法完成的部分，我们这条步道是采半半施工，也就是说我在不妨碍游客动线的状况之下，我们会去规划施工的动线，那采半半施工，让这个基隆屿的这个滨海步道让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可能在业务报告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的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再跟一座做一些补充的说明。市议员庄景田说，基隆屿岛上每年都有人受伤，建议市政府考虑新建浮动码头，冬季时间将浮动码头吊起，避免台风或者东北季风经常将码头吹坏。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物价翻涨，特别是鸡肉和猪肉的价格也都跟着调涨了。基隆市学校的营养午餐费用会不会跟着调涨呢？基隆市议员在审查教育处基金时都相当关心这个议题。物价翻涨，特别是鸡肉和猪肉价格都跟着调涨，基隆市学校的营养午餐费用会不会跟着调涨来因应呢？基隆市议员在审查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基金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基隆市在这边应该要有一个对一般生补助的，我们现在预计要达成政策目标，跟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实施，因为毕竟这个6000多万元其实也是我们各个学校都非常辛苦希望说可以来争取的一些设备改善。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做这样的政策跟价的预算编列，必须要明确说明那个我们预计要达成的目标，那跟未来的方向。在硬体上的改善这个部分当然没有问题，但我现在比较看到的是说2300万它里面包含了营养师的薪资、厨工的薪资、生食运输费、熟食运输费，还有厨房维运费用，加起来很大一笔。那我只是想要问，那么明年做完了这些之后，后年呢？后年到底还有没有？那如果后年没有，我们无以为继，我们的中央厨房计划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跟中断？那物价的上涨，鸡肉上到16%，猪肉上涨9%，
慈善团体啊，他如果没有赚钱是不可能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基隆市政府有没有准备？如果学生吃的不是营养真正的营养午餐，那我们有没有准备要像油价这样的浮动来补助学生的营养午餐，让他们的食材上能够有一点标准？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林助理表示，前几年因为物价上涨已经调高补助营养午餐的经费，共除之后再加上中央补助，渴望再调高实际用在食材上面的经费。午餐补助的部分，我们目前就已经是部分补助，不是彰化它是全额补助的方式。彰化是2016停止全额补助之后改成部分补助，那我们一开始原本是补助国小200元，国中100元。那前几年因为物价上涨，所以我们也提高我们的补助款来提高午餐的品质。所以现在国小每个月补助300元，国中每个月补助200元。目前每餐大约一餐是50元左右。那随着刚才所提到的共除之后，因为加上中央它会补助相关的厨工运费等等的经费，我们渴望可以再提高我们实际用在食材上面的一个经费。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而说到物价翻涨，基隆市几家百年的老店也纷纷喊涨了，像是联珍就宣布最受欢迎的芋泥球调升5元，李湖饼店也决定12月8号起调整售价，每样产品分别调涨3到5元。即使是平日，基隆知名百年老店联珍糕饼店还是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其中芋泥球更是必买的明星商品之一，有消费者一次就买好几盒。贵哦，我不就这样，因为它很绵密，它不会扎实然后干，它是绵密之后它里面还蛮湿润的。对，不过受到多种原物料上涨压力，联珍决定从12月1号起微幅调整店里部分商品，包括已经11年没有涨价的芋泥球及雪露等以芋头、鲜奶及奶油为主要原料的产品。不过中式产品价格都维持不变，因为太久，他这个商品已经，因为他们铜板价本来就很便宜了。对。有些客人来买就说，一个芋泥球就50块，很便宜。那因为现在是反映成本啊，就是因为现在芋泥啊，还有油啊，还有什么那个原物料都贵，所以我们只是做部分的调整。那因为从100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所以我们只是微涨微调而已。微调而已。对对对对。芋泥球涨5块就够了。对对对对。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也都没有涨很多啦。那成本自己吸收吗？对啊，大部分都是自己。其他的调整会多，可能在芋头的部分啦，芋头部分我们就是稍微都有调整一下。嗯，其他的。那像雪露的话，因为我们那个单价本来就是240，我们没有涨，只是在特价的部分啦，我没有特价到79折，就稍微的调一点点。以芋泥球来说，这次仅微调5元，由于涨幅不大，加上真的好吃，消费者大都愿意继续购买。如果它涨价的话，你觉得你会愿意买？会，对，还是为什么？啊，好吃啊！好吃啊！对啊，价钱贵的，我还能接受。会不会涨价？会感觉会。好吃的话就会。现在的物资都上涨了啊，都有听说每个地方都有在涨价，应该是可以，不要涨太多就好。我觉得会，因为它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5块钱其实还好，因为现在很多物价都上涨了，所以涨5块对我来说是小吃。无独有偶，另一家全国知名的百年老店李湖饼店也宣布，从12月8号起微幅调整商品价格，每样产品大约涨3到5元，希望在物料上涨下能够维持原有的品质。而以牛轧糖与基隆饼闯出名号的嘉兴牛轧糖，也在脸书公告，从12月1号起调整部分产品售价，涨幅约10%。业者苏建新强调，主要是原物料3年来不断的上涨，为了维持品质，只好微幅调涨。据了解，彭厨与温莎堡等烘焙方业者也有计划，明年元月起调涨部分产品，涨多少则还未确定。记者张启腾、纪勇报道。我想要月入100万赚大钱，我想要住豪宅开名车，我想要天天上。是高级料理，来，现在签下去，你就是人生赢家啦！醒醒吧，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应征工作时要确认真实性，以免。
求职不成反受害。基隆市政府关心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真的很不容易，守护重要的家人，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族群，提供各种协助。各区里办公处也定期举办征才活动，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圣诞节快到了，基隆市政府发挥创意，在市府大楼一楼大厅打造升级版的姜饼屋，民众只要在现场拍照打卡上传，并标记两位好朋友，就可以领取限量的手绘明信片。进入基隆市政府一楼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华丽的姜饼屋、高耸的圣诞树、圣诞老人、麋鹿、可爱雪人与飘雪鹿等等。这是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方面的创意，在温馨十二月，透过大型圣诞装饰打造耶诞打卡点，也让异乡游子再次感受圣诞节与家人团圆的幸福感。每年在市府这个中庭啊，不管是圣诞节或者是农历年，其实我们同仁都非常用心哦。那去年其实大家还记得那个怀旧小屋给大家一个回家的感觉，其实疫情期间我们基隆，包括你看基隆人在北北基甚至到桃园上班的这些游子回乡，那更加紧大家对于情感的连结啦。那今年我跟你讲，同仁哇，今年更升级版，大家看到在我背后这个姜饼小屋哈，这是放大版，而且怎么样，它是一个环绕状哈，现在不只是可以走进去，今年我们用一点小圆环，一个圆的方式，好，一样在年底的时候回来团圆，那在耶诞节感受这个家人不同的一种关怀。现场还有三款限量手绘明信片，民众只要拍照打卡上传，写下祝福的话，并标记两位朋友，就可以获赠一张。把心中想对家人朋友说的话写在明信片上，并投入邮筒，基隆市政府方面将协助寄送，把您的祝福传递到对方手中。基隆市长林佑昌就在明信片写下对国人的祝福。那因为现代人很少在寄信的，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邮筒亲自用自己的一个笔迹，亲自的书写来传递大家的一个祝福跟愿望。那我这一张明信片呢是台湾头，台湾头就是基隆嘛。那我在后面写的是要给2300万台湾人民，就是希望说疫情能够远离，然后在新的一年呢，伏虎生风，然后都能够大家平安，然后都可以有一个新的好的一年。这项手写看见温度活动也获得基市府同仁与民众响应，有同仁就当场写下对生病阿公的思念，满满的文字让人感动。我想要寄给我现在住院的阿公，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真的很少回去，所以很谢谢市府有这一个活动，能够让我就是可以借由明信片想要对阿公说的话。我想要跟阿公说，就是能当你的孙女真的很幸福，希望你赶快好起来，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另外的话就是你赶快好起来，我想要赶快牵着你的双手慢慢的走下去，就好像是当年你牵着幼小的我们一样。阿公我爱你，赶快好起来哦。手绘明信片限量150份，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到市府大楼一楼大厅与升级版姜饼屋来一张完美照，再透过明信片表达对家人朋友的祝福，一起迎接温馨欢乐的圣诞佳节。耶诞节快乐。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另外，基隆市政府连续七年与众教会携手规划的圣诞活动，十二月四号就这个礼拜六晚间，将在海洋广场举行点灯仪式，以“暖心圣诞，爱在基隆”为主题。十七米的节能减碳圣诞树将在湿冷的冬天散发温暖。迈入第七年的十二月，海洋广场都将展现神奇的力量。基隆港边一棵高达十七公尺的环保 LED 圣诞树，将在十二月四号亮起来，连续一个月，连续七年了，每一年都是以环保节电为优先，我把这个欢乐带给基隆，把这个暑天的平安佳音报给基隆人，希望永远把这个爱在基隆留在基隆。不止温暖的圣诞树，暖心圣诞爱在基隆系列活动也相当精彩。十二月四号点灯当天，将邀请基隆各优秀的艺文团队轮番上阵，用音乐传递温情。在十二月四号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基隆高中音乐班弦乐四重奏来为我们演出，然后我们还有邀请新义国小合唱团、仁爱国小合唱团，以及就是长笛的一个浪漫的演出，然后市长也会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来一起齐唱平安夜。然后在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更多精彩的团体，也希望大家能够陆续关心我们的一些资讯，希望大家能够在回家的路上能够看到这样子明亮的一个圣诞树，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基隆的爱与温暖。首度登场的世赛冠军基中弦乐四重奏将带来耳熟能详的冠军曲目，用音乐传递温暖的十二月。我们弦乐四重奏为这次的活动带来几首不一样的曲目，像是舒伯特的《失语少女》、海顿的《皇帝》，还有几首圣诞歌曲等等。那也希望这次的点灯活动能够顺利，那我们的演出呢，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基隆虽然湿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音乐，然后来带给他们温暖，颠覆基隆湿冷的印象，传递暖暖的温情。由市府与众教会携手规划的系列活动，十二月四号与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晚会都有平安祈福的圣诞祝祷，欢迎大家一起在基隆感受温暖明亮的十二月。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国家两厅院第十四届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邀请到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团队，推出十八档节目、三百七十七场的演出。面对疫情挑战，其中有四档共三百三十三场转型成数位展演，与观众们一同打造虚实共生的崭新局面。将于2022年登场的国家两厅院第十四届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邀请国内外顶尖艺术团队带来十八档节目、三百七十七场演出，其中十档国内精彩节目，包括唐美云歌仔戏团、云门舞集等，都将带来全新创作的精彩演出，并以虚实共生的形态面对疫情挑战。我们现在在设计节目的时候，通常都会一切都是虚实并进。所谓的虚实并进，倒不是只是把演出变成是数位的展演而已，而是找到一种新的呈现的方式。比如说过往我们很习惯的线上展演，就是把现场的演出拍了放在网络上，可是现在事实上是很多的艺术家在做的都是线下的演出跟线上其实是相互呼应的。那观众在欣赏节目的时候，他的方式也就开始会变得不一样哦。在疫情两年的催化下，除了开启数位转型的契机，也启发艺术家们不同以往的创作想法，试图与观众产生更多的交流，传递艺术最动人的能量。这个议题能不能够更反映社会上的某一种现况，或者是说它能不能够让新的观众跟这样子的故事更有连结或感应哦？我想这个应该是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推翻了我们过往以为表演艺术应该就是要长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艺术家们，尤其是这种不甘于被疫情打败的艺术家们，他们在思考整个团体的营运跟未来，跟未来的观众在哪里，跟未来的舞台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大概都可以在他们的取材或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一些未来的方向。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将于2022年2月17号到5月18号于国家两厅院台湾戏曲中心与线上平台登场，透过艺术的力量在疫情中一同开创崭新局面。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眼见一定为真吗？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那个网址你别乱点啊，应该是骗个资的钓鱼网站。怎么可能？上面的图片没错啊。有这种活动都是官方发布讯息。你看这个账号旁边并没有通过认证的绿色、蓝色盾牌，粉丝页也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啊，我已经加入了，怎么办？你先检举并封锁这个假账号，然后赶快更新你的密码。这么严重哦！下次不管是看到简讯、email 或是网站连结，不要随便点选。对于询问个人资料的信件，要提高警觉，切勿因贪小便宜点选好康连结。定期检查网络交易记录及更新网站密码，才不会落入诈骗圈套里面。好康连结别乱点，保护个资财安全。